中心 ，PMCF 创办于1994年，原先是一家在雪兰莪州的 Damansara Otama 的小型诊所，随后搬迁而成为 Tropicana Medical Center， 现被称为 Thompson Hospital Kota Damansara 的一部分。多年以来，我们成为了体外受精治疗和女性健康领域的领导者，也获得了多项颇具声望的奖项。我们甚至因为单一公司成功诞下了高达5388个体外受精婴儿，而打破了马来西亚记录大全的记录。在2010年的扩张计划下，我们在普种开设了全国总共6间分院的第4间中心。而在2020年，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的里程碑 ，PMC 生育中心的普种总院搬入全新的 Puchong Financial Corporate Center 中心。在这里，我们继续提供全面性的生殖治疗，包括体外受精、冷冻保存、植入前基因检测、PGT、全精计划、手术取精等等。我们的全新实验室提供最先进的植入前基因筛查，也就是测试非整倍性染色体的植入前基因检测。PGTA， 这是个检查体外受精胚胎中染色体数量的技术。备受我们患者认可的，除了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和设备以外，新的中心还提供一个豪华舒适的环境和宁静的氛围。加上我们敬业且经验丰富的医生团队、胚胎学家、护士团队和工作人员，更是确保我们在病人接受治疗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我们至上的服务。